快，就快好了。灌水，奶奶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呀！用力，用力。 生了，生了，生了，生了！恭喜主上，娘娘生了一个小皇子。恭喜主上，皇子。恭贺主上。能进去吗？进去吧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让你抹看看，慢点，慢点，慢一点哟。快，我也看看。你辛苦了。曾经，朕有段时间一直觉得，在这世界上，朕什么都没有了，朕孑然一身。但自从遇到你之后，朕觉得。 越来越想真正的活着。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可是如今这局面，群狼环伺，我们孤立无援，只能以抗制衡之术来驱虎吞狼。如果是个女儿还好。 如今是个小皇子，恐怕会成为众人的眼中钉。倘若有一天，他们醒悟过来，狼狈为奸来对付咱们，咱们应该找谁支援啊？哎呀，你刚生产完，别想这么多了，啊，好好休息。 抱好了，抱好了。哎呀，拖着脖子。你放心，朕的睡榻之侧，绝不容许他人兴风作浪。